邊一個嘅配合或者直射嚟到做呢次進攻啊？ 嗱，呢次換人啦，咁啊，王智毅啊被調離陣，入替嘅咧就係20號國亮，咁亦都係喺上個賽季咧，從大連實德咧租借過嚟嘅球員嚟噶。咁啊，今年咧先至係21歲啫。呢個波咧，我覺得好有可能係由盧林嚟到指射啦。 卡拉烏迪咧咁啊，同呢個北京隊嘅桂南咧兩個人喺度啊，吟吟沉沉啦。頭先咧就今日桂南咧，韓呢個卡拉烏迪韓得幾辛苦啊，咁但係拼埋佢身材，你睇呢個桂南比卡拉烏迪高半個頭啊，足足啊。咁但係高啊，唔代表話一定會着數喎。咁啊，今日桂南韓嘅卡拉烏迪好多時都係處於下風喎嚇。睇呢個罰球點啊，盧林一推入嚟啊，4-0，廣州熱咧大勝呢場賽事。咁啊，盧林咧就連中兩元。 亦都成日作佢今個賽季咧第4個咧個人嘅聯賽入球，因為呢個角度個距離係盧林嘅呢個食位嚟嘅，好多時啊，以前呢個盧林啊都利用呢個呢啲咁嘅機會能夠直接得分嘅。 盧林咧真係以佢嘅實際嘅行動啊，以佢嘅精彩嘅演出咧，亦都真係使到好多擔心佢嘅人咧都可以放低心頭大石啦。咁啊，以佢嘅實力咧，證明咗咧佢係掂嘅。呢場賽事係連中兩元，咁啊可以講咧係一場即係好關鍵嘅賽事啦。咁啊，希望咧對於盧林個人又好，或者對於咧整隊嘅廣州亦都好啦，呢場賽事咧希望係佢哋一個即係轉折點啊！ 從前面嘅前幾輪嘅低迷嘅時期咧，咁啊經過呢一場嘅大勝之後咧，希望後面嗰幾場賽事佢哋能夠咧係鼓旗而勇啦。咁啊睇翻咧廣州熱日咧及後嘅比賽咧，就係喺8月5號將會作客挑戰咧就南昌嘅，睇下呢下遠射先，有乜用啊？咁啊射偏咗嚇。 咁啊，5號對南昌咧作客啦，跟住喺8號咧就會係喺主場咧對住山西嘅。係啦，希望呢個今日改咗呢日對嘅大勝啊，能夠呢個鼓舞佢哋嘅士氣啊，呢個乘勝追擊啊，一路咧就呢個贏落去，為佢哋呢個中超啊打下呢個堅實嘅基礎啦。咁啊，對喺主場咧對山西嗰場。